上代人进城市交权，门前100米，有人打架闹事，出门要管。这就是五行的开始。 对着这道门，我常想：师傅这辈子把100米扩成2条街，我能扩到哪儿？Come on！ 兵器是你父亲传的，你该知道，你冲不过去。刀没开刃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大家伙都在让着你，真的，你不行。吴哥，连你也这么看我。 刚才是我让着你。